爱的呼吸呢。梨花微笑地告诉小美，自己身体非常健康，会一辈子陪着小美的。放学路上，两个最好的小伙伴都有钢琴课，不能陪小美玩了。小美沮丧地独自回家，经过一栋别野时，突然听到别野里传出优美的钢琴声，好听极了。听到琴声的小美，随着音乐在雨中情不自禁地舞动起来。回家后，小美和梨花随口说，她也想学钢琴。小美知道这是一种奢侈，家里哪有钱买钢琴，房子小的连钢琴都放不下，自己只是说说而已。现在就只能记恨那个弹钢琴的人，害他胡思乱想。如果是跟自己同龄的男人，就嫁给他，祸害他一辈子。梨花听完小美的话，愣了一会儿，仍然微笑地对他说，那我们就准备练琴吧。梨花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嫁给有钱人。你能想到继母带着前夫的女儿一起改嫁，而且还是嫁给一个80岁的老头吗？一切的原因是因为前夫的女儿想学钢琴，而独自抚养小美的梨花哪有钱买钢琴呢？只好改嫁，老富商成为小美的第二任父亲。虽然继父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，但梨花却开始抱怨起这个家庭，让他活得很压抑。于是丢下一张卡片，让继父照顾小美后就人间蒸发了。整整3个月没有回来，被耍的继父却没有生气，依然细心地照顾小美，还说梨花一定会回来的。这天，人间蒸发的梨花终于回来了，他告诉小美，自己是因为无聊外出打工才消失这么久。随后非常开心地给了继父一个拥抱，却突然神情凝重对继父说了句谢谢。夜晚，小美发现母亲好像瘦了很多，梨花表示自己是要通过减肥来找一个新的男朋友。小美并没有想太多，只要梨花一直陪着她就好了。可第二天梨花又消失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小美的钢琴已经弹得很熟练了，梨花再次回来了，她抱住小美，要带她离开这里，因为她遇到了更爱的人。当然，如果小美喜欢钢琴，可以选择继续留下。小美再次选择了这个母亲。继父知道后并没有生气，还开心地告诉小美，如果她以后想弹钢琴了，随时都可以回来。梨花带着小美和第三任丈夫组建了新家庭，我们就称她为养父吧。本以为这次婚姻能持续很久，没想到一个月后，梨花又再次消失了。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养父没有抛下小美，一直照顾着她。从来不做家务的养父，为了小美专门去上了烹饪课，每天都换着花样的给小美做爱心便当。小美在她的养育下健康成长，小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把笑容挂在脸上，她一直记得母亲说过的话。转眼间小美已经长大成人，快要高中毕业了。小美在舞台上弹琴，养父在台下哭得泣不成声，小美也哭了，回忆着自己和母亲梨花的过往回忆。这一刻，如果母亲在该多好啊，可以一起庆祝自己最重要的时刻。当年那个要她照顾的小女孩，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实现了自己弹琴的梦想。受养父的影响，小美高中毕业后当起了厨师，也有了心仪的结婚对象，但却遭到养父的反对。来到继父那里，梨花隐藏多年的真相被揭开。原来梨花和父亲结婚时就已经患病，当初不愿意跟父亲去国外，就是怕自己的身体在国外顶不住。但是跟继父结婚以后，疾病并没有因为有钱而解决，病情的反复让他不得不离开小美。
消失三个月的那次，梨花瘦了，也不是因为减肥，而是被病痛折磨造成的。继父虽然有钱，但毕竟年事已高，能不能陪小美长大都是一个问题。于是他选择了年轻有为的养父，离开养父也是因为高昂的医药费，那些钱都是给小美上学和结婚用的。不得已，梨花只能找到继父借钱，继父却让梨花在他那里住下了。这些年来，梨花其实一直没有离开小美。小美高中毕业弹琴的那天，她其实就在台下坐着，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而已。在生命的弥留之际，她还强撑身体给小美选择婚纱。小美听到这里已经非常心痛了，说哪有子女会因为疾病嫌弃父母的。继父表示那是因为小美说过不希望梨花先她而去，梨花就只能用消失这种方法让小美以为自己还活着。虽然她不在小美的身边，梨花也想亲眼看见小美的婚礼，可是病魔还是带走了她。看着梨花的遗像，小美哭成一个泪人，但最后还是努力笑出来。因为梨花说过，笑口常开，幸福才会敲门。一直照顾小美的养父获得将小美交给新郎的荣幸，将这份爱的接力棒交给小美生命中的第四个男人。电影叫做《爱的接力棒》。梨花虽然是小美的继母，但她一直爱护着小美，把最好的都给她。这份爱可能连亲生母亲都做不到。看似两位继父成了冤大头，但是他们也被梨花对小美的爱所触动，一直呵护着小美成长。爱并不一定是有血缘关系，超越亲情的爱也会被大家铭记。